第一次乱跑乱吃乱进，打个乱跑，门还不公开了，门公开了，哎，门公开，抢屋子，打的乱，还打的乱跑，你看看这门都叫贼开了，暴乱了，暴乱了，暴乱了。我操！压倒了，已经有人开始弄啥了。去呗，来哪去呗？好，先把俺俩能倒一箱不就妥了。我操，这啥锁都别出来了！我操，倒的大堆钱来了。这个人家都搁这抢东西的，老天爷来了！咦，人家都是往正向往宿舍堆啊。好看，好家伙！为啥有个男的，有个没男的？咱们建筑这人没穿鞋，你也穿穿了多少还穿？呀，每天都不安全，搁这。还有拉车的呢。这不穿的。你看到，还有拉车的呢。这女拉车强的，我知道的，真狠呀。将现在所有的隔离人员全部搬迁至恒大未来之光安置小区，预计的话人数在19000左右。不是来到这21楼，俺妈住着的，不是9号楼吗？嗯，10号楼。那是10号楼，还没有那门洞给斜，盖了这几块烂呢，这都是弄那那几东西碎石了那东西，这不是丢上，人家还正搁那勘察现场呢。哎呦，停了警车多少？哎呦，真吓人呀！法医啥都过了。啊，法医。G2 餐厅啊，全部都是来做单菜的，给这个核酸桌子都掀翻了，医护人员都掀没影了，啊，暴乱了，他妈的，你看他妈的这怎么搞？我都害怕，他妈的，把医护人员都逼退了。拿喇叭喊一下吧，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，不受财团政党影响，真实感言。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，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，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订报专线0800566688。